又嚟到广传媒频道，何良茂同大家主持《金融圈秘闻》。嗱，今集咧就系第三集噶啦。咁啊，过去咧我哋出咗两集，都反应好好。咁啊，好多网友都喺留言区，喂，继续续集唔好停啊！咁咁啊，同阿 Mr. T 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商量，决定继续即系每周喺礼拜三咧就同大家见面。咁啊 ，Mr. T 同佢打声招呼先。你好 ，Mr. T。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听唔听到我讲嘢啊？听到晒。嗱，我哋之前咧就讲咗香港嗰啲银行界嘅，特别系中资行喺香港嗰啲所谓有违规章制度，以至到即系对香港洗黑钱嘅一啲重大嫌疑。咁啊，你都系用一啲亲身经历同大家解释下实况，就唔系得个口号。今次呢仲有啲更加亲身嘅经历，就牵涉到暖气系统。大家知道呢，最近呢喺中国大陆供暖系统啊，特别系煤炭嗰个短缺，导致到好多地方都要停电。停电咪即系冇暖气囉。咁啊好容易变成咗即系冻僵。Mr. T， 你都喺香港做嘢时都返过，因为你工作需要啦。都翻過好多次大陸，都好似去到東北去公幹咁，係嘛？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我唔記得咗，應該係2016年定2017年嗰陣啦，就咁啱都係呢個時候，咁啱就直情係呢幾日嘅，直情係呢幾日嘅。啊，咁就喺嗰度做嘢啦，咁啊要見客啦，啊，咁但係就有啲嘢我真係估唔到咯，啊，因為去到邊個城市講嚟聽下。嗱，我記得當日咧就去過，應該係沈陽。嗯，啊，遼寧嘅沈陽，係夠凍咯喎，東北地區嚟嘅咯喎，東家東家，同埋嗰度即係比起如果多倫多咁計咧，啊，咁嗰邊嘅凍法咧，同多倫多嘅凍法又唔同嘅，嗰邊係寒好多嘅，我感覺係。點解咁話咧？大家都係呢個寒帶地區。雖然佢係比多倫多可能北少少，個關鍵係暖氣系統問題啊，抑或係個嗰個地方嗰個即係供暖制度啊？嗱，個可能一來同天氣有關啦，地方天氣。重點就係話，即係喺我哋譬如喺加拿大咁，你唔會覺得好凍啊，尤其喺室內裏邊係咪？但喺國內咧，哇，你就好大鑊啦嚇，因為國內咧，佢哋所謂叫中央供暖嘅嚇，中央供暖嘅意思就係話咧。譬如你喺屋企咧，你又唔好諗住整個暖氣啦嚇。就算你整個都好啦嚇。如果你想象下，如果加拿大冇暖氣會點發會有咩問題？你自己整個咁，你所有暖氣就喺你身邊係冇用噶嘛嚇。咁佢哋嗰度咧係喺特定嘅日子之前咧係唔會有暖氣嘅。哦，係唔會有暖氣嘅。限定大家都知道某日先至開暖氣，中央供暖通常係咩日子開？公家的中央供暖系统啊，我记得他们当时跟我说就是11月1号，那我那时在沈阳就应该是10月27号28号左右，那就变了这样大镬了，就是你知道我们习惯了，譬如在室外的，那你当然穿件衣服，室内的当然轻松一点嘛，但是不好意思咯，就是你在国内那个时候做事呢就不轮到你这样了，你都是要即係做成隻粽咁樣嚇，去見客嗰陣時咧，又流流爆爆咁，好難頂嘅。咁即係話你去到嗰時仲未開始有中央供暖，因為一號先開波，咁點搞啊？工作又照做，你又要見客，又要著埋即係羽絨啊，乜嘢衫都立曬上身，咁應該都頂得下係嘛？頂得下當然係頂得下啦，咁但係你諗下，你長期坐喺度，你咪盞早啲長津湖戰役嘅冰雕鏈。點解咁話咧？因為你喺室內喎，應該室內唔會寒風十十九下。我咪同你講話中央供暖啊嘛，咁你喺室內裏邊都係冇暖氣噶，你唔好以為即係宇宙自大行咧，啲即係大公家機構有咧，一樣係冇得優待噶。一樣係冇得優待嘅。我仲記得就當年當時啲同事提我哋，喂，我哋依度未有暖氣㗎，你著多件衫啊！嚇，咁我就即係我想象唔到會係咁樣咯，係一個咁有規模嘅機構，
喺個宇宙自大行嚇，竟然即係見客係咁樣招呼底下，同埋係咁樣嘅。咁原來冇辦法，因為佢哋國內嘅規定係咁啊。我唔理你係習總好李總你好啊。總言之，冇聯繫就係冇聯繫。當然佢兩個梗係唔會冇，梗係唔會冇啦嚇。只不過即係話你其他啲所謂公家機構咧，就個個都要咁做。嗱，你係即係職員咧，你又梗係會事先收到風，着多啲衫，戴埋頸巾啊，戴埋冷帽啊，即係總之成隻好似雪人出來了咁樣嘅款啦，係咪？但系係哦，未你要見客喎，嗰啲客會唔會都入嚟都知道呢個規矩未？冇聯繫，大家都即係變咗兩個雪人互相擁抱喎。呢、这个你老总你真系讲得啱啦吓，因为呢个可能咧就同国内嗰啲即系啲人咧已经习惯咗啦，我都唔知话就奴性啊，定系话你听话啦，总之佢哋自己都知道喺11月1号之前咧系唔会有联系。即使自己屋企都系唔会有，咁所以引申到一样嘢咧，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啦，老总啊，即系之前咪话好多时啲人话喺海南岛喺南方啊，咪啲地产炒到好热嘅，或即系啲北方人都喺下低买啦，或者避寒嘅，原来真系有咁嘅原因嘅，因为你冇联系，同埋特别好多时啲即系冇条件嘅老人家冇所谓啦即系变冰雕年啦，有条件嗰啲人咧。佢真系要走落去嘅，因为系好冻，真系好冻。呢、这个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过，我都觉得，哇，点顶啊，大佬！中央供暖气话唔俾你就唔俾你，所以你想象下而家，又话唔买呢个澳洲煤啦，咁，咪搞成咁咯，咪 搞到而家又话缺煤啊，冇暖气啊，即系其实我真系好怀疑咧，喺咁嘅环境之下咧，上古真系冻死好多人嘅，不过你知啦，我哋伟大祖国梗系唔会讲俾你听啦。哦，冇新闻自由，你都几难有资讯，即系知情权咯，即系死咗都冇人知。喂，嗰几日系咧，嗱，你人哋有钱嗰啲富豪啊，嗰啲大款咧，就走去东方夏威夷、海南岛咧，即系三亚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地方咧，就有自己即系热带地方或者系亚热带地方就可以即系避寒。咁你又啱啱咧就向釜山行，向東北進發，就走去沈陽咧就開工咁你當時嗰幾日點捱啊？未人開波喎，未曾有暖氣喎。咪准备做冰雕连咯，因为其实我哋嗱，我哋所有模式咧就可以即系都简单介绍俾你咧，即系如果系好听咧，正面咧形容就即系我哋去见客啦唔好听咧，我就发觉到咧，我哋都做鸭咁，因为点解咧？去搵你一间房度咁跟住咧，啲客就轮流入嚟见你，啲客轮流入嚟见见你。下咁 你想象下嗰个情况，系咪好似做鸭？仲要咧，系果蒸鸭，果蒸种嘅只鸭嚟嘅，包到实晒。有阵时我谂翻嗰个场面，我真系喂，到底我系做银行定做鸭啊？咁样对我？嗱，咁样你翻工即系去出差咧，就都系喺办事处，都系冇得通街就出去走仲冻啦。咁嘅情况之下，嗰啲客咧，佢又梗系本地人咧，就熟晒路啦。咁你咧就系、是、南方你即系呢个外江，就系、是、由香港走上嚟嗰啲，真系唔熟水性，亦都唔熟东北嘅冰雪天地个呢、这个叫做北大荒嘅实况。咁你嗰3日有冇凍親啊？或者有冇話凍傷啊？或者係甚至搞到要搽好多嗰啲咩雪花膏啊？或者係嗰啲有咩潤膚膏啊之類咁樣啊？哦，我谂你真系你又讲啱，老总，即系可能即系大，你都喺即系喺加拿大生活惯啦。你根本如果唔搽咧，你块面咧就即系好有补粉咁咯，成个马骝 pat pat 咁咯，系红嘅，系红嘅因为你啲你冇得斗气，因为你喺嗰啲咁嘅环境底下咧，再加上上高天气真系好干燥系，啲佢干燥原因系咩咧？有风啊，有阵时你都知咧，即系如果加拿大又冻又有风咧，系好难顶噶嘛。咪即系叫我哋叫爆拆咯，Mr. T 系嘛？系啊，系好难顶噶。同埋咧，即系你知啦，即系我谂好多时，即系如果你喺一个足够条件底下，你都唔会着我哋以前嗰啲所谓叫龟老裤噶嘛。
但你上去上高咧，你千祈唔好唔着啊！你唔着啊，你真系变龟佬啦！唔知啊，因为好冻啊，分分钟两条大腿啊、小腿啊，生晒啲所谓我哋俗称叫萝卜仔啊，即系嗰啲冻伤嘅皮肤咧，真系手尾长噶。系啊，同埋咧，即系讲得深入少少咧，啲比那咧系磨到红晒嘅，即系磨到爆擦咁嘅迹象嘅，系好难顶嘅。啊，即系呢啲可能就我唔知有冇人讲过，有冇人听过啦吓。但系即系呢啲系亲身经历嘅，真系难忘啊！话俾你知。系嗱，你又见客咧，就大家果精种对果精种啦，人哋黑蓝马对黑蓝马，你又果精种对果精种，啊咁啊逐个嚟见。咁啊，如果要咁冻嘅地方要出去应酬啊，或者系要见客食饭啊，有冇啲亲身经历？哇，即系搞到好大阵仗咧！当时梗系你啲咩东北啊、呢、这个大连啊、辽宁啊呢啲咁样嘅沈阳啊呢地方，梗系都冰雪连天啊，通街都系落咗雪嘅。咁样点样搞掂嗰啲交通咧啊，Mr. T？嗱，冰即系我当时去嗰阵嘅实情咧，就冰雪连天就未至嘅，起码我嗰年唔系咁啦。而家我唔敢讲啦吓，但系即系佢哋咧就好得意嘅。我唔知老张有冇记得咧，即系习总上台之后咧，要我哋全国都好清廉噶嘛。即系四譬如菜一话汤。系咯，四菜一汤啊，白饭就任装啊，咁噶嘛。但系你知唔知点四菜一汤咧？佢四个菜咧，即系举例讲，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啦。四个菜都系拼盘咯。咁就为之一个拼菜盘咯，咪劲，拼盘咪劲大咯。咁梗系啦，大佬，我哋伟大祖国好大噶嘛，加上宇宙自大行更加要大啦，咁每个四个拼盘啊，咁即系变咗你谂下四乘四十六噶咯，十六个钟噶咯，咁啊，即系玩语言艺术，哇！你真系识搞啊！你咁啊，你好有口福喎、啊！人哋嘅四餸变咗四四一十六，即系食到你话够晒补翻条数啦，冻亲系嘛？咁，唉，食嗰啲咧，如果迟啲有兴趣咧，我再同你讲啦。不过我惊讲下，不如我同你讲下啲地方系点样啦。系。因为阿习总咪规定咧，唔可以去啲五星级酒店啊，即系招呼啲客啦，即系唔可以用公费消费即系系，公费嘅名义嚟请客，其实即系自己系食好嘢咁样。咁但系上高嘅。你上有政策啊嘛，咪有对策咯。咁我哋嗰时系招呼啲客系点咧，或者即系国内啲同事点样招呼我哋咧？咁佢就带我去一个饭堂，所谓咁就喺银行里边嘅。咁但系嗰个所谓饭堂咧，如果我唔话俾你知嗰度系银行咧，你系唔会知嘅，因为点解咧？嗰间房又大即系用国内嘅标准系装修好堂皇，好豪华。咁跟住咧，里边一张大嘅台，咁都有人煮噶。咁你唔俾我五星级酒店啊？我咪喺五星级酒店嗰啲厨请入嚟咯，招呼我哋啲贵客咯。即系你嘅政策，佢有对策，佢系咁做咯。即系呢啲哦，嗱，我哋听就听得多可能，系，但系我真系自己见过咯。哦，你仲尝过呢种咁样嘅饭菜招呼？咁啊，即系酒店大厨嚟到你银行嘅私家厨啊，真系私房菜啦！银行嘅私房菜喺佢个劲大嘅即系所谓宴会厅嚟招呼你。咁你同去银行食有咩？唔系同去酒店食有咩分别先，Mr. T？嗱，我唔话俾你知，你根本唔知佢都银行嚟嘅，根本就系、是，同埋即系佢就系夸张到点咧？嗱，即系你话请我嚟到会咁咪有啦，甚至唔系，你唔俾我，咁我咪请个酒店大厨嚟银行打工咯，银行都要食噶嘛，因为上高啲员工系包食噶嘛，或者唔系包食到都系好平嘅一餐啊嘛，咁你喂，啲人咁煮噶样计上嘛。嚟，嗰啲员工有伙食福利，咁咪即系你仲好过自己舟车劳顿走出去食嘢，咁啊即系送到上门，即系你未食到会，直头到府添嗱，咁啊即系其实仲支出仲大咗喎，老友。哎呀，咁嗱，其实佢哋饭堂咧就不嬲都有嘅，甚至如果你而家讲翻香港咧，即系喺中环一把刀插落香港心脏嗰间咧，佢而家都有饭堂噶。几年前好似唔知10蚊一餐嘅咋，听讲话仲要三餸一汤咁滞噶。即系佢哋嗰啲，你谂下香港咁贵嘅环境都可以整得到，
咁喺國內啊，地大物博，人又多，租又平，係咪啊？人多錢多，地方又多，咩做唔出啫？啊，當然，即係佢一般員工食嗰啲咧，就即係都係好簡陋嘅，同頭先我講嗰啲即係好豪華嘅裝修嗰啲咧，就兩回事嚟嘅。即係起碼我哋食咗四小碟先啦，即係四個拼盤啦。所謂四小碟，即係要計埋條尾，四四一十六喎，因為拼盤啊嘛，拼盤加好多好多味嘢跟住上噶嘛。係啊。四四一十六咯，咪十六尾咯。不过佢都系四个拼盘啫嘛，都系。嗯，佢都系四个数额，冇犯规啊。哦，真系聪明才智啊！真系选我无为，真系写个服字啊。咁样嗰啲嗱，你头先讲可能系招呼贵宾啊，或者系啲高级员工食嘅地方。咁啊，普通嘅员工咧就会即系简单啲啊，平啲啊，或者系甚至包埋伙食咁样。你計上嚟雜種嗰條例啦，冇犯到，實際上咪就係即係自欺欺人，到最尾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又係一樣咁嘅資質。你請得酒店嘅大廚嚟到你嘅銀行嘅私房餐廳、私房嘅飯堂去開餐，咁咪仲要你話請埋佢做你嘅長期員工，咁樣同出邊食真係慳到幾多咧？你有冇同佢哋計下數啊 ，Mr. T？哇！呢啲同佢計數，你想我坐攬咩，老總？呢啲國家機密嚟噶嘛？你見到好嘛？食有得食，你仲咁多資格？哇！你真係想我坐攬嘅啫。係，即係有食唔食嘅最大惡極喎，嗬？梗係啦，有食唔食最大惡極，有得飲唔飲仲最大惡極添啊！嗱，有冇喺酒店？唔係即係酒店啊，即係你嘅銀行喺上邊公幹。有冇酒飲啊？有冇其他啲即係名貴飲料啊，或者係其他嗰啲東西奉客噶？如果你話即係咁講飲酒咧，咁好多時即係老實講，我就唔識飲噶啦。但係咧，佢哋好多時揾啲白酒啊，飲到你即係飲到成日飲到你啤啤呼啊，嚇！同埋咧，四廿幾度、五廿幾度啊，你唔知飲乜，我又唔識欣賞啦嚇。即係呢啲常有嘅，常有嘅，即係叫做我哋通常都叫做嘅。叫做呢只白酒叫做二窝头咧，就系最流行嘅。二窝头啊，二窝头比较粗少少喎，老总。二窝头就五十八度，我粗人啊嘛，梗系饮粗酒噶啦。啊，咁我哋啲贵客点会饮啲粗酒啊？你俾二窝头，佢一句得埋你呢边系人饮噶，系啲咩集中饮啦？咁我啲野人家有乜啲，我即系比较冇咁瞪大眼之瞳。不过我喺大陆，即系大家讲翻呢十几年前咧，即系公干咧，又系啲当时做报纸，即系同埋啲海外啲同事翻去参访团，去到贵州啊，去到茅台嘅总厂，系咯，真系茅台喎，啊，饮真正嘅茅台啊！佢哋话呢个系绝冇花价，我哋本厂。原装正货就是在这里，你们坐在这里就是正货来的，绝对不会喝那些叫做月神 的茅台。那么当时除了即茅台在街上啊，或者其他地方，我们常常都用，即是见到他们喜欢喝二窝头这种，好像是有五十六度定是五十七度的酒精度数来的。佢哋嗰啲白酒咧，好多時都係咁。其實如果你講開呢樣嘢咧，我又可以順帶少少講啲酒嘅經歷啊。咁我當年有一次出差咧，就去四川一個地方，我唔知佢廣東話點讀啊，佢英文叫做重奶啊。咁我唔知咪譯做窮奶啦嚇啊。咁我記得去到窮奶係啊，好似係啊，係啊，一個奶字好似有個山字邊嘅。我唔記得點寫，但係嗰個窮字就唔係就咁窮嘅，係。即係佢哋咁，我又成日讀重奶重奶，咁我就即係好創意咁講啊，叫窮奶啦嚇。咁我埋到去咧，即係坐車去到附近咧，已經聞到已經酒味嘅啦，即係酒已經醉嘅啦。咁我當時有個客咧就做酒嘅，咁佢同我講啲咩啲酒係點做？我哋喺度做原酒嘅七啊幾度，做完之後咧就運去全國各地，咁你咪改咩招子咪咩招子咯。輸啊，老總，可能你有冇啲貴州茅台？系招子贴茅台嘅啫，你唔好搞错啊！哦，可能都系总供应，都系嚟自你头先讲嗰间全国嘅酒总啊，酒总嘅供应商嗰度嚟噶。唔系噶，因为嗱，我话俾你知啊，我嗰次就好惨嘅。讲下呢样就，
嗰個老闆咧就好熱情，話嗱，我哋70幾度原酒，你試下，好香噶！哇，我真係一啖之後咧，幾乎香咗醉咗。啊，香得掂啦，何止醉啊！你想有70幾度，飲完之後，你知唔知我個嘴唇嗰度係有咩感覺啊？係着冇，火咯，冇，係哎，冇。因为你酒精高得太高，令到你嘅即系嘴唇都叫做麻痹咗，系嘛？系冇感觉，我都唔知乜嘢，我即系嗱，嗰次就我自己即系亲身经验啦。咁所以即系我而家对上嗰啲乜酒蜜酒嗰啲咧，你信就信啦吓。佢话贵州原酒，即系我有啲客情好好笑添。佢话我喺贵州，净系一个货柜车喺贵州嗰度买啲酒翻嚟噶嘛，茅台翻嚟噶，所以一定系原装噶。咁我又唔知点解贵州有冇咁多水，有冇咁多酒咯，啊！我哋讲翻东北啦，贵州嗰啲我冇去过，但系即系呢啲有关嘅，我听过嘅。咁啊，即系你走嗱呢、这个叫做走寒以热之后咧，咁啊即系饮饱食醉啦，咁啊咁冻嘅天气，梗系食得饱啲啦。如果唔系，即系边够能量去办事啊？咁啊，你哋啲同事啊，或者你啊，走。即系去食饭嗰段时间，通常都系一至个半钟或者2个钟，顶多2个钟食。有啲咩趣闻或者系有啲咩嘅特别嘅遭遇，可以同啲网友讲下？嗱，趣闻咧就其中有一个嘅，咁就点样咧？即系都喺沈阳嗰度啦。咁我唔知阿老总有冇，即系你都听过国内有啲叫上升嘅啦，系嘛？喂，听过上升侯宝林啊，呢啊，啲上老升上嘛，升嗰咁佢啲。哋有个好红嘅人叫赵本山啊嘛，系赵本山又系听过，啊，赵本山吓，咁咧佢哋喺佢本来系东北人嚟嘅，就好似沈阳人嚟嘅。咁喺沈阳嗰度有叫做双人转嘅表演。就喺東北咧，係頗出名嘅。咁好啦，咁即係你知啦，我哋上到去咁，啲同事咧就好熱情咁招呼我哋啦。但係又礙於阿習總嗰啲即係唔可以公費招待啊，乜乜物物啦咁樣。但係佢哋又唔好意思唔做啦，咁咪話，我哋今晚先去食餃子，跟住咧就去睇雙人尊。咁但係咧，我當時嗰個領導啦，佢哋叫佢話嗱，不過你上去咧。因为而家国家政策关系，咁你就唔好一窝蜂上啦，你就三三两两上到去饭馆，先至入房，先再坐埋一齐，走嗰阵时咧，又系咁走好啦，就唔好一齐，即系唔好俾人哋见到咁扬，我哋所谓咁扬，我哋又咁高调，咁我哋真系三三两两咁上去咯，上到就汇合咯，即系化整为零咯，跟住又化零为整咯，上到去。咁你哋啦，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去到食完饭之后咧，佢话嗱，我哋去睇双人转咧，都系要咁样，都系三三两两，唔好一窝蜂。咁同埋咧，因为我哋包咗间房，其实就唔得嘅，不过即系我哋冇理由坐散座噶，咁又包咗间房，咁入到去里边，又系化整为零，跟住又化零为整入翻去，即系佢哋系成日都有啲咩？即系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嘅嘢嘅。咁你有阵时见到呢啲咧，你真系，妖，即系我哋伟大嘅伟光正嘅共产党真系掂即系乜都系讲系一套，做又另一套。话你睇双人转，双人转即系双人上升咁解啫。咁啊睇上升，咁啊你系喺上面公干公余去睇下呢啲文娱活动都好正常啊。但系佢哋点解要搞到咁鬼鬼祟祟、偷鸡摸狗咁样嘅款？系咪因为呢啲咁样嘅文娱活动咧，都系属于奢侈嘅消费，或者系？官方絕對唔鼓勵咧。第一呢啲系阿公數啦，第二哦，你自己同事招呼乜嘢啊？你哋系咪即系揾藉口啊？就系咁咯。哦，即系因为你上嚟，佢哋咧就黐住你，所以咧就唔想咁样。其实佢哋就系多谢你上嚟咁啊，意思咧系有个名义就系要带你去睇下双人转。咁啊，但系大家又唔想俾人知道你哋。即係有班人咧就黐住一齊行，咁即係話咧好虛偽咯，阿 Mr. T 係嘛？不嬲都系噶啦，即系呢样嘢，即系你有阵时你上得越多咧，即系
屬於有兩種人咯，啊，一種就係我啦，即係當然我係精神分裂啦，因為我上到去係另一個人，但係咧我對住你，我係咁不停咁鬧噶嘛，你知道係咪？啊，咁我精神分裂啦，所以而家我係治愈緊嘅喺加拿大，啊，即係我精神病慢慢好翻啲嘅啦，啊，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唔係嘅，係一心向呢個偉大祖國貢獻嘅，咁呢個唔係我咯，呢唔個系唔你係翻我嚟，咯。你翻嚟加拿大治病啊！系啊，加拿大医疗福利咁好，我梗系要用到去尽啦。嗱，咁啊，咁样即系鬼鬼祟祟去听呢一个双人上升啊，即系双人转，咁啊有个骨啦，呢啲咁样嘅做得咁 perfect，做得咁即系大家合作演出啊，即系咩化零为整，跟住化整为零，又再化零为整，即系玩到大家咧就系炉火纯青噶啦，大家都知道规矩，呢啲叫潜规则。咁啊，仲有冇系啊，其他嗰啲嘅即系？公干嘅遭遇啊，或者系即系住宿啊，各方面嘅特别嘅古仔，可以同啲网友分享下咧。哇！住宿，哎呀，老总你真系又刺激我痛处。住宿就真系好难顶。你又点知解咧？咧，我哋即系当初咧，嗱，其实有两个情况嘅。当初咧，就你知啦，香港系特别行政区，所以特别处理嘅。当时咧，最初我哋可以住四星酒店嘅。咁佢哋好得意嘅，所謂四星酒店咧，就即係你睇佢哋或者幾多星，總之四星咧就不論價錢你可以住嘅，五星嗰啲你又唔住得。好，有個情況係點樣咧？譬如有啲所謂五星酒店係800蚊，有啲四星酒店咪1000蚊，咁唔好意思啊，你唔可以住800蚊，因為佢話佢五星。咁咧，四星嗰1000蚊啦，冇問題，因為四粒星。佢哋係咁。即系咁戆居，咁好啦。咁我后来系点样咧？后来你知啦，杂种又有规定即系话咧，以后初咧就话国内啲人出差咧，就只能够住啲唔知几百蚊晚、三几百蚊晚嘅酒店。后来推广到落嚟香港，香港啲同事出差咧都要350蚊喺呢港个纸深喎，圳港。人民幣系咁喺深三圳、百五十廣蚊州、住啲上海、乜北京咧，嘢？住啲乜嘢酒店啊，Mr. T？阿老總有冇聽過七天連鎖啊？有冇聽未過听如家过，快捷啊？未听过。未聽過啊？即係嗰啲類似我哋嗰啲好 cheap 嗰啲 motel 咯。但係嗰啲嚇死你嘅喎！嗰啲你敢唔敢冚被啦，老总？你上到去，我问你。哇！你300几蚊真系谂过先咯，你咪唔好住咯，你咪三唔百好几住咯。咁平，嗱，咁，真系好地踎嘅啫。唉，你知国内啲酒店出晒名噶啦，就算你五星级，所谓五星级酒店啊，你都睇下喺边度经营啦。如果系即系本地经营嘅五星级酒店，你唔好住啦，即系起码啲真系冇办法，你唔信啲即系亡我不之心不死嘅鬼佬佢哋管理就好啲，信心大啲同埋你真系感觉都有分别嘅因为我可以讲一次俾你听，譬如话而家我住嗰啲咁嘅所谓即系呢几百蚊晚嘅酒店啦，哇，嗰次真系难忘。我哋你知啦，我哋出差之前咧，好多嘢系一脚踢自己预备嘅，即系譬如话搵酒店啊，买机票啊，冚唪唥自己一脚踢嘅。好啦，咁啊整完之后咧，咁我住咗一间酒店啦。嗰间酒店咧，上网睇咧，OK 啊，350蚊可以啊，冇问题啊，算啦，死就死啦，住啦咁样。一去到，当然系两回事啦。好啦，咁都算啦，唉，我都心中有数但系你知唔知咁睇下厕所，睇个所谓洗手间、冲凉房嘅地方，你知唔知有咩现象吓死你啊？你估唔未估执到？干譬净如唔系我。话，啊，未执干净嘅地方啊，唔系话，好干净，系。表面好干净，咁我问下老总，咁你话即系啲洗手间啊、浴室会有啲咩最基本嘢喺度咧？哦，咁啊，梗系抹身嘅毛巾啊。即系基本嗰啲卫浴用品啊，都应该有啩。系咯，你讲得啱啊！毛巾啊，卫浴用品啊，卫浴用品咧，即系譬如嗰啲番枧咧，我就睇过噶啦。即系你知酒店啲
啲洗头液啊、洗手冲凉液啊、洗洗樽咁啊，系咪？啊，佢哋通常咧，我就真系见到佢有啲客咧，即系有啲佢内部啲员工咧，将用完用剩嗰啲咧，循环再做倒马樽咯。哇！咪即系抵用人哋嗰啲剩余物资啊！你唔知噶，佢断制咩咪唔睇知到噶，啫唔嘛？知噶，你分唔到噶，佢倒落去你点知啊？但你睇到佢倒落去，咁最惨就系、哎，真系令我俾人知，我俾人见啊！你而家真系又知又见啊！你真系好难顶噶喎！咁你真系系咪要自己带埋嗰啲冲凉嘢翻去啊？酒店公干咧啊，Mr. T 我未讲完啊，老总吓，你系。就话啲卫浴用品啊嘛。我谂毛巾啦，系嘛，好必最基本啦，咁通常啲毛巾咧，你谂下，即系毛巾俾你用，梗系处理干净啊，好干爽啊，系咪？系，一摸落去，湿气好重嘅，好哦，似人哋啱啱抹完咁嘅。哦，即系未曾处理过，可能上咗手嗰个用完之后劈翻上去接翻直佢就系噶啦。我唔知啊，但总之嗰次一摸，哇！一拿上手，吓到我，好似即刻唔好意思，即系好似拉屎咁样。啊！哇，咁你真系好难过喎！呢一个酒店之夜真系，系 好难过噶，仲有啲秘密嘢话俾你知啊！我唔知啲网友听到，即系嗱，唔好意思啊，警告咗先，唔好反胃啊！系通常咧，啲酒店咪有啲即系俾你煲下水嘅。系啊，有个你知唔电知炉佢啊，哋佢啊嗰啲即系嗰啲水壶仔啊，电水即系煲够你细嘅冲电一水壶煲，水嗰啲咁嘢啦，我哋饮啦，系咪？系。我奉劝各位就千祈唔好用。我唔知各位网友有冇听过，即系翻大陆咧，不论五星级酒店好，呢啲 cheap 酒店好，我奉劝大家唔好用。你知唔知我哋系做咩嘅？真系谂唔到喎，谂唔到啊！嗱，见闻事少先啊！警告啊，唔好话我核突啦。爱嚟好听嘅咧就消毒底裤，唔好听咧就煲底裤。哇，真系万用喎，真系好有智慧喎，好 有智慧啊，物尽其用啊。啊，真系，真系所以你千祈唔好用喺上高。又要带嗰啲咁样嘅冲凉液，又要带埋呢啲咁嘅电水煲。哇，你呢个旅游咪变咗好似露营咁啊，哥！喂，咁老总，俾你遇到咁嘅情况，你敢唔敢用先？你唔讲就唔知啦，讲完之后以后就真系三思而后用咯，可能唔用系咯。啊，同埋最惨就即系简单嗰句咧，台湾啲人又好中意讲，即系闹啲人，即系咁差啦，冇水准啊，佢真系冇水准即系好多嘢你系想象唔到嘅，去做啲咁嘅嘢出嚟，你系想象唔到嘅。我自己有好多嘢，我听得多，但系我自己冇经历过咧，我都真系唔敢乱讲，但系经历过之后咧，又唔到我唔信啦。唉，你作为一个金融业嘅从业员喺香港嗰啲中资银行，嘅都做过好长时间，咁啊又想去中国大陆公干咧，就变咗好多呢啲咁样嘅见闻。啊，今集咧就讲咗即系所谓冰雕连啦，即系喺咁冻嘅情况之下，喺北方即系公干嘅遭遇同埋见闻，以至到即系嗰个所谓饮食啊、住宿啊各方面嘅一啲亲身经历，咁啊，仲有冇其他补充？我哋都几丰富下今集。有少少啦，嗱，即系补充就好。补充咩咧？因为上我唔知啊，因为上一次就话即系发生喺宇宙自大行咧，咁我睇到有啲网友私下回应就话，喂，到底系边间啊？咁我梗系唔可以讲啦，咁你哋自己去揾啦，不過即講系我宇即系宙咁自讲。大行呢一個花名，大家如果係稍微熟下香港嘅即係銀行系統啊，特別係中資嘅一啲經營嘅一啲方法咧，都十不離九都估到噶啦，都知噶啦。如果唔知咧，可能要透過一啲網上嘅方法自行去鑑定。咁我哋嘅目的咧，都係想大家知下香港嘅中資機構，特別係金銀行金融業。即係過去一段時間，透過 Mr. T 所認識、所接觸、所親身經歷嘅一啲秘聞，同埋一啲圈內嘅怪，
即係所謂光怪陸離的事。今集咧就係、由冰雕連就講到去酒店的一啲即係感受啦。啊，咁啊，好多謝各位網友觀看，亦都好多謝 Mr. T 啊，即係再次即係同何良馬咧就傾傾呢種咁樣嘅獨特嘅即係親身經歷，好嗎？好，咁啊，下次再見各位聽眾。好多谢各位，咁啊，我哋今集咧就讲到呢度够钟，好嘛？好多谢 Mr. T 接受访问，下次再倾过。好，各位网友，多谢支持，拜拜，记得订呢一个港传媒啊，咁啊，揿埋钟仔 ，share like 俾 comments。如果觉得好睇嘅，请大家考虑 join 我哋嘅飞藏计划。好，今日讲住咁多，拜拜，拜拜。